沈总，先甩开那些记者再说。你撞坏我手机，至少道个歉吧。不道歉还绑架，小心明天上了法，新闻头条。晚点会有人联系你，给你买个新的。你知不知道我手机里有多少东西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一句话会给我带来多少麻烦？是你撞坏我在先，还试图肇事逃逸？我这是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。 手机这么多照片，万一修不好，我要花多长时间才能P好啊？长得漂亮一点，就不用P这么久了。